的话，可以在长春机场旁边这个龙虾火车站直接坐火车，就不用跑到市中心的长春站去坐，非常方便。走路过来差不多15分钟左右吧，都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延吉啦！到啦，延吉西站。我这次住的是和颐至上酒店，非常便宜，一个晚上才200多。这是厕所，然后他们家新装修的。一进门的话，这边有个放衣服的，就是大衣啊什么都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这个房间就中规中矩吧，还可以啦，大小什么都正常。我们现在要去吃烧烤，太饿了。我们到啦，河坝烧烤串城。他们这边的店名都会写上这个是朝鲜文还是韩文，我看不懂。他这边就是各种各样的串，然后我就随便都来了点。这些是他送的小菜，然后他们家这种蘸料都是用这种小包独立包装的。你看，什么串料、粗料、辣料、板青料，然后他盘子上面都给你们标好了。这边每桌都有给的这个超大颗的蒜，他们这边好像都是会拿着蒜然后跟肉一起吃下去。耶、yeah, 我们的菜都上来了，自己像个烧烤师傅一样，然后可以在这边烤。然后这个是小番薯，我去年在也是在延边那边吃到那个烤肉店有这个超级糯很 Q 糯的那种口感，很好吃，所以我到这边看到就点了一个。噔噔，烤完了，超级香，我要开始吃。小小的，然后皮剥开是很糯，有一点点甜味的那种口感，很好吃，感觉像甜品一样，完全不像那种什么番薯啊、地瓜这种东西，超好吃的。哇，他们家的土豆饼好漂亮，这个土豆饼一夹起来就是那种含有土豆香的那种香气，沾一点这个酱试试看。我刚吃完那个河坝烧烤串，我觉得还不错，他们家的那种大串一点的羊肉没有腌制过的那个最好吃，烤面包也超好吃的，然后还有烤牛油，我个人也还蛮喜欢，我觉得点起来都不会踩雷，就不要点那些有腌制的，都挺好吃的。然后我们现在在散步回酒店，要吃太饱了，今天坐了12个小时的车程，飞机程真的非常累。Hello， 今天是我来延吉第二天，然后我们昨天都在赶路，真的超累的。然后现在要去吃星斗饭店，然后再去那个延吉大学边上逛一逛吃一吃。那我们现在出发。这个傻屌南方人看不到雪，看到冰也很兴奋，就这种路上的水都会结冰，好冷。今天的第一顿星斗饭店，冲耶！我现在进来了，然后整家餐厅的里面呢，就是有韩国人，好像还有朝鲜的，因为他说的话就是韩国的听的比较顺耳一丢丢，然后朝鲜的就是完全没有听过嘛，所以就会感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样。还有东北腔，就还蛮神奇的，多元素融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要点餐啦。这边每个餐厅好像都会送这种小菜，就真的很韩式的感觉。哇，我心心念念的糖醋肉，然后它旁边给了一盘这种糖醋汁，
就是沾着吃或者是淋上去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东北做这种糖醋肉啊、锅包肉什么的，炸的都非常好吃。这是我点的米肠，然后土豆饼，我们还有一个炸酱面没来，看起来都好好吃哦。耶、yeah, ，炸酱面来了，给它拌一拌。米肠跟我们闽南的米血吃起来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外面的肠衣。他们这边的分量真的超大，这个叫小碗的炸酱面我们已经吃掉一半了至少。然后什么糖醋肉啊，还有那个土豆饼，真的厦门的分量都是这边的一半，但是价格是跟这边一样。我刚吃完这家新豆饭店，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很量大实惠的一家那种韩国料理。他们家我们两个一致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糖醋肉，真的超大份的，土豆饼也很好吃。再来就是炸酱面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金华城逛逛，就是传说中有卖很多什么韩国的衣服啊、小商品这种地方小商场。好冷，这边的街道非常干净。哇，我在路边看到一家那种卖韩服的店，好漂亮哦。哇，看到一个好酷的老房子，真的是很老很老的。我们进来了，仿佛进到了我小学时候很爱逛的静安小商品市场，什么都有，化妆品、鞋子、帽子，七七八八的。我逛了几圈后感觉没有那么好逛，而且很多店都是空着的，然后店员很多都在睡觉啊什么的。衣服的话，我感觉可能大部分也都是杭州或者广州进的货吧，就没有很好看。我刚逛了一下那个金华服装城，我感觉有点土，就是那种很土味的商场，然后里面卖的都是什么假包假鞋，然后没有看到什么传说中很韩的那种漂亮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冰了，对，没有错，这么冷的天要去吃。哇，你们看它这个水结了一小块的冰。哦吼，这里就是延边大学啦！延边大学正对面就是这堵超网红的那种假装在韩国的墙，然后什么服务大楼冷面，还有一些什么老鼎笨咖啡都是在这边，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一次性打卡你们想吃的店。在这里，它在最边上的五楼，下面还有一个儿童乐园，超可爱，它这个利用空间利用得很好。这家店进来就是那种很重很重那种甜甜的咖啡的味道，就蛮香的。然后整家店的装修还有风格、菜单风格都很韩式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以前厦门很流行的那个慢咖啡，还有那个 Hollis。然后这个季节来延吉的话呢，其实也不会太冷，像我今天里面就穿了一件保暖内衣，没有加绒的那种，然后穿了一件卫衣，再穿一个羽绒服，然后夏装的话穿了一个是加绒的袜子和裙子，但是露出来的地方真的很冻，我现在整个耳朵都已经冻红了。我点的这份是年糕冻融雪冰，然后这样子是58块钱，真的很大份，然后上面满满的都是那种黄豆粉，哦，一直掉粉，哦，山体滑坡。就是很多豆粉的那种泡面，里面有一些瓜子仁还是坚果仁肉，片状的脆脆的吃起来，里面有年糕还可以，那个招牌老鼎笨面包好香哦，这个面包外面应该是那种脆脆的，它非常黄，外面真的很脆。吃完那个老井半咖啡，我觉得它的冰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啊。你们去那个叫什么木雪亭就能吃到差不多类似的。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那个黏豆糕，就是有点像年糕的一样的那个东西，就不是很好吃。我们两个都觉得普普通通，而且58块钱一碗真的是蛮贵的。我们现在来吃服务大楼冷面啦，你知道这个人在笑什么吗？我们在说买马的闽南话，来，漳州派代表。厦门版闽南话的买是买，然后马是背，所以买马叫买背。那你们呢？买是什么？背背。我
们两个去超市逛了一圈，然后买了砂糖煮出来，然后现在在这个服务大楼里面等我们的面。这是我们的冷面，然后我不要辣椒，它有两片肉，这样一碗是18块钱。然后这个是苹果，两片苹果，两个肉丸子，还有一个鸡蛋。哇，它这种面好黑哦，应该是那种荞麦面吧，超大一碗的。先来喝一下这个汤的味道是什么样，它味道居然比我想象中淡，是微微的咸味，然后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我们刚刚在那个延边大学那边拍照拍了一会儿，然后现在跑过来吃鳗鱼串啦。耶、yeah, 在这里鳗鱼村。我看了一下，它东西很少，没什么太多东西，主要就是烤鳗鱼。然后我在大众上面团购了一个两人餐，然后它上面团购的呢就只有鳗鱼。哇，它又送了一些小菜过来，有寿司，然后这个好像是凉拌菜，还有一个小葱豆腐。这些都不是我们点的，全是送的小菜。哇，它的豆，这个是我们的鳗鱼。哇，这个火好旺！这个是我的烤鳗鱼，然后我沾了一点酱油芥末。跟我吃过的所有鳗鱼的味道都不一样。哇，他还送了两个小鲍鱼，然后又上了炸蔬菜，还有这个什么土豆饼吧，应该是，特别香哎。这是另外一个味道的，这个是甜的，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咸咸的。这个是那个一口，好幸福哦！来试一下这个生菜包鳗鱼的吃法，一直都是生菜包肉。我觉得超好吃，是我这两天在这边吃到最惊艳的东西，就真的很香，而且它那个鳗鱼是淡水鳗鱼，但是完全没有那种土腥味，肉真的超嫩的，反正特别好吃。他点的这种两人餐呢，我原本以为就只会有烤鳗鱼，没有想到他一盘一盘接着上了一堆的小菜，我们两个光吃那个鳗鱼就非常饱了，然后再吃那些小菜就真的是走不动路的那种感觉。总而言之，好吃，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真的超好吃的。那忘了总结一下那个冷面，我觉得那个冷面就很普通吧，而且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也是一般般，甚至不如我在厦门吃到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洗浴中心体验一下搓澡蒸桑拿之类的这种感觉。然后延吉真的很小，因为这边打车都非常便宜，起步价5块钱基本就能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了，然后你只要跟师傅说店名，师傅就知道在哪里。然后他鞋子都要拖在门口，大家都光着脚进去，神奇。我现在搓完澡，然后洗了个头，然后我们现在上来这个汗蒸中心，就真的是非常韩式，很像那种韩剧里面看到的场面。我的妆都花了，跟你们看一下，它就是这种石板，然后大家就躺在上面，不对，是。